既然拢决定，因为囡仔来结婚，要陪伴囡仔做伙大汉，那你就要好好培养感情，啊，无带做伙是变哪培养感情啦？也毋过，我是惊讲，万一我若是甲伊带做伙了哦，就发现我甲李文章确实是一点仔拢无适合，恐惊伊若未生出来进前，阮就先离婚啦。安尼嘛真好啊，对伊好。上无恁提早知影讲是无适合才来分开，你都袂有任何遗憾佮后悔的代志嘛？因为你有认真试过，敢毋是？好啦，家己好好想看觅，我来无用啊。谭小林吼，我若继续待伫厝里，外口伊那话一定足多。当时嘛，应该准备一份礼物给嘉纯啊。嘉纯讲先分开住，啊，不过心内真正意思，敢是安尼？文章，王太太，你哪来啊？哦，甲你讲过偌济届啊，我要离婚啊。请叫我陈小姐。陈小姐，找我什么代志啊？我想要把你的时间拢包落来，因为我想要请你替我起一栋豪宅。你看，你让你陪我，你坐下。比你较好讲，我唔信啦！你才拜托的，你怎无行？我的条件对袂比你差、拜托的，我甲你警告哦，李文章，伊是阮翁，吼，已经名草有主哦，你莫阁笑笑，那无吼？好哟，文章，你想那算的啦，算你那丑陋，又阁无气节，小杂啵！是伊甲你斗听着无？你讲你要偌济钱，我给你，我你马上离开我的小脏脏。陈小姐，讲话莫伤超过。虽然讲我太太讲话较大声，啊，不过迄是因为伊单纯，跟我正义感。我从来唔捌看过，真像我太太，敢替家己讲话，敢唔惊宽恕查某人？这就是我介意的原因。我警告你哦。那个讲话污蔑阮太太，不管你有偌济钱，偌大个贱案，我拢无要吃，请你离开。离开。